刚刚昨天晚上敲那个走过去，就是活到99哈，连着提风环境好。冬天出去流血看干净，你这是俺的就上来的桥那个哈，然后走过了，走过了还不太高的活到99啊，太高跟了俺兄弟视频一起了走了一下哈，祝俺的所有看视频朋友今后都活到99。咱们这修到桥不容易哦，哎是是，真的不容易，你看这个是全部人工，来这儿出来的钱干得好了，你看这个是，啊不容易，所以说八十小八十这个老的就干的，到后头，然后拍水小桥了，搞男的搞了半岁，政府把这打死打草这个白水桥，就像那宽溪水桥白水，现在白水桥，其实这真正的坚固。来自于八岁，你白岁的老婆婆，我活到白岁，我就给你修了桥。修了桥，啊对，你干着了你。对，你修了桥，给你们修起来。哎，对对。哦，你当时就活到一半上了。哎，哦对对。那你活到一半上都修给。哦，对啊。这个台阶那头走一走啊，走个就活到活到九十九。哈哈哈哈哈。活到半上吧，稍微。还没有活到九十九。哦，修一个。有，哎，说早一层你才修到99。好。农村县福嘎镇磐石渡改银星桥哦，建议你俩要细腻。怎么你差农村了呀？真的收获好多啊！当地那么多看看老乡。看你讲的看看吧，简直的一模一样，然后看到特别的亲切和亲切。所以说今天今天老农村人聊聊，大家可以老两个地方来比一下嘛。总体很多看看你哈，有喜欢阿雄视频的朋友记得点赞关注收藏转发哈，看你好的视频邮件，拜拜。